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收看我的方舟生存计划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话，柔姐姐不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休息。然后呢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期视频。上一期的话，我们是捉到了黑龙啊。咦，我们先把柔姐姐带回家。这鬼畜了，鬼畜了，鬼畜了！不然呢，在外面，等一下在外面被别的龙给叼走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们先把它丢回家。好，关门，别被他被别小浮游给抢走了啊！喷火龙的鞍，它需要毛皮，还有炭火，然后还需要那个金属锭。金属锭咱们是有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毛皮。毛皮的话，应该打那个猛犸象啊什么的去获得。我们要去雪山，我看我们有多少张毛皮，需要多少张毛皮？需要。好像要的挺多的，要300张毛皮，300个炭，炭跟铁都有啊，这炭都有10000呢，那这些都有了，现在就缺这个毛皮。走，我们骑那个暴龙出去，金暴龙出去，把那个毛皮给打回来。走 ，Let's go。哎，我觉得骑翼龙去也是可以的。哦，翼龙背包满了。我们这一期骑哪一个龙呢？啊，只能骑这个了。我看，骑战斗机去可以吗？啊，战斗机也可以啊。战斗机的话，跑得快一点啊。咱们先去火山，然后再回头再去那边。走。火山111火山，最后这个火山好像就在那个猛犸象边上。毛皮最多的就是狼，还有猛犸象是出那个毛皮最多的。我先把我身上的东西清空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说怎么啥东西都有啊？这个东西好像已经够了，子弹这么多皮啊。弓箭有了，走。这样的话，翼龙飞得快一点，没有负担。我们要去雪山，雪山就在前面。哇，反光，我把反光弹管弄一下。去雪山不开反光弹吧，会很闪眼睛的。好，我们这一期就是主要目的就是把火龙鞍给做好。老鹰是没有毛皮的，暴龙，哎，是暴龙啊。如果是那个雨暴龙，它也有毛皮。就是这，咱们就找哎猛犸象，就是猛犸象了。好，就它了。完了，这猛犸象的妈妈被我干掉了。这小猛犸象怎么办呀？没人养它，那我只能把这个小猛犸象给带回去了。不然的话你没人养啊，你没奶喝怎么办呀？把小猛犸象给养了吧。他多少血晕值？我的血晕值这么高啊，用长矛捅一下他不会捅死吧？哇，他长矛捅一下不长血晕值，什么鬼？他为什么不长血晕值了？哎，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把它干掉了，它已经很可怜了，我们还要杀它，可对不住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跟我怼。我翼龙把它干掉了。那小木马象太可怜了。哎呦，那犀牛它也有。哎，孔鸟吗？毛皮，就是孔鸟好像也是有毛皮的。哎呦哎呦，这是精英的犀牛啊！哦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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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只精英犀牛就可以足够我们有东西了。好，雪山咱们也放一个传送门，到以后要是过来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快速的过来了。雪山，
雪山 ，OK， 走回家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可以做那个火龙的鞍了啊。做了火龙鞍以后，咱们给它升升级，然后看一下这一期，我们看还可以抓到什么更厉害的宠物。哦，对，我们现在需要打战利品啊，需要打战利品。有火龙以后就好打战利品了，对不对？好了 ，OK， 毛皮放进去，鞍马上就做好了。这个经验药水、黑珍珠，把子弹这些东西放进去吧。药瓶，这个是水瓶啊。强训药，把它放几瓶放里面。电路板什么的都放里面吧。霸王龙腿，好，做出来了。哎，在这儿，走。现在应该可以骑了吧？喷火龙，哎，不是这个鞍吗？不是这个鞍，那是什么鞍？我记得就是这个鞍呀，喷火龙的鞍。哦，是这个鞍，还有300个黑珍珠的。这个鞍是不是嘟嘟鸭的鞍？黑珍珠，那我们还缺点黑珍珠，我们要去打广翅鳌了。好，我们去海底，去鳄鱼去吧。鳄鱼在海底跑得快，走了。那我们就只有骑鳄鱼去了，走吧。鳄鱼可以升级吗？给它加点氧气。哦，没有氧气可加。加点攻击力吧，把攻击力都加上去。广翅鳌在那边，在雪山那边可以找得到啊。走，那我们要潜入海底很深很深啊。我加了，那我加了，我自己本身加了氧气没有？800多的氧气够了，走吧。大家有深海恐惧的就要小心了啊。我们现在要寻找的就是广翅鳌。广翅鳌的话，在深海的那种最底层。我们有可能会碰到苍龙，苍龙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侏罗纪世界呀？那个苍龙一口把那个霸王龙给吃了，特别吓人的那种。你看这边有鲨鱼，有鱿鱼，看见没？那边是广翅鳌吗？这应该是大王乌贼。哦，看到苍龙了。这还有精英的乌贼，哇哦！我们要小心了。好像 有乌贼跟着我了，哇，太危险了！这里这海底太危险了，我们得小心。好多乌贼啊！哎，能打得过？哇哇哇，苍龙来了。哇，我什么情况？我被致盲了。哇，苍龙在咬我，快走。苍龙打我还是很疼的。苍龙在打我，哦，苍龙在追我，哎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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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苍龙没把我干掉。哇，这鳄鱼差点被苍龙给咬死了，赶紧给它吃点肉。哦，这一下升了好多级啊，给它多加点血量。生命回复度太慢了。我看看有一个什么药瓶来着？哦，对，这个红色药瓶是可以给它瞬间加满生命值的，水晶加水泥。哎，这样的话，咱们可以给它吃一个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我觉得可以有，我回去给它做一个满血药。走，
加。哈喽，哎哎，哈喽，就在河边看着我，那搁浅的吗？我看能不能训他。如果他搁浅了，我们可以训一只苍龙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找搞超豪了。好，金鹰苍龙好像是，哦，这是只金鹰苍龙，确实是一只金鹰苍龙。这样的话我们看有没有办法把它给干掉啊，你看看它撕咬的距离这么远。嗯，哦对，我可以把金鹰霸王龙弄过来。金鹰霸王龙呢不在这边，先放个传送门。这个是不能驯养的，驯养的是有驯鹰值的。海边还有金鹰鲨鱼，哎，都在这里。哎，我金鹰霸王龙没有放那个，没有放那个恐龙追踪器，哎，好，哦，有，有恐龙追踪器吗？好像是有的，走吧。把那个给干掉，这个是满级的，应该是能打得过金鹰苍龙的。能不能打得过？打过了，打过了，打过了。还有只金鹰鲨鱼。好，我看看它有没有包掉下来。没有包掉下来。哇，这金鹰霸王龙简直无敌了！我看它在水里面跑得快不快？啊，水里面太慢了，不能用这个东西下去。抱了一个苍龙，金鹰苍龙的牙齿战利品，然后还有金鹰鲨鱼的牙齿，没什么用啊。好吧，都已经满血了吧？走了，我们继续踏上找那个广赤鳌的路程。哇，又有大型乌贼，大王乌贼。我们得小心一点。这是一头蛇颈龙，这又是一头苍龙啊。哇，哦，好多乌贼，这个是好像是精英的乌贼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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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这么多乌贼啊？这水底乌贼有点泛滥了。我要咬死一点。哇，深海恐惧大王乌贼，我的天哪。哇，把这些东西丢掉。又来了一条叉，这是蛇颈龙啊，又来了一条蛇颈龙。看看海底有没有广赤鳌，广赤鳌，这还有一条金鹰，金鹰乌贼，金鹰乌贼咬。哇，电鳗来了，电鳗来了，电鳗来了。哇，电鳗来了，电鳗来了，快走。电鳗是最烦的，它可以把你电晕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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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忘记我们这次的行程的安排啊！我们是要找那个广赤鳌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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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灯笼鱼，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灯笼鱼了啊！发现灯笼鱼的话，广赤鳌离我们就不远了。哇！但是这部分还有电鳗。哦，看到广赤鳌了，就在下面。广赤鳌在这里，这就是广赤鳌了。咬，已经找到黑珍珠了。哦，这是一条毒鲨鱼吗？我的天哪，这边上太多怪物了吧也。哇，我的天哪，
哇，这深海这么危险的吗？这是个什么大章鱼吗？我好像被吸附住了。这大章鱼也太可怕了吧！等下，我塞珍珠拿下来。这是什么东西咬住我了？变慢！哇，王超没有了，王超的尸体被我吃完了。我看样子不能这样去弄广翅螯啊！海里还有珍珠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还差多少？还差得远呢！我的天，这么多鱿鱼，这巨型鱿鱼也特多了吧？那海里面全是鱿鱼，你看，这还有一只大乌贼。哎呦，全是鱿鱼，全是大鱿鱼，我的氧气快没有了，我得上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，走上去，我得上岸了，上岸了，上岸了，咳咳，哇，这是到哪了？我操，这才刚到这个位置啊！我身上的东西有点多，我得丢一下。我看能用的我就留下，不能用的我丢了。这些都丢了吧？没用，没用，没用，没用。子弹的话留着吧。这个没用，没用。木头也丢了吧？没用。然后这果子丢了吧？大腿肉留一点点。然后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，他身上这些东西也丢了吧，就大腿肉，再给他升升级。升满级差不多了，好，再次下潜，从这边走。这次我们还需要很多广翅螯啊，这海底里面的鱿鱼也特多了吧，全是鱿鱼。哦，嗯，全是鱿鱼。但是我们刚刚好像发现了一只那种毒系的鲨鱼，对吧？看我们有没有机会遇到第二波广翅螯，这个又是精英的鱿鱼，特氏鱿鱼。好像也打到了黑珍珠，哎，这个特氏鱿鱼。哎，可以啊，精英特氏鱿鱼是可以打到黑珍珠的。广翅螯，我先把这些大东西弄掉。我咬，死了吧？我咬，我苍龙，精英苍龙，1200级的，能不能咬得过？为什么这苍龙不能咬呢？我咬，有机会可以打得过啊，咬到屁股就行了。这个苍龙好像有点，哇，这血盆大口，咬屁股，不然让它翻身。咱们用靠操作也取胜，有机会获胜。哦，还差一点点，它快凉了，只有40万多血了，只有40多万血了。100多万血啊！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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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咬的屁股，它咬不到我，你看见没？咬不到我！我死吧！死了！来，去点一下包。我看包里面有什么？包里啥也没有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去杀广翅螯了。广翅螯在这边。1000的血，我靠，我自己能杀吗？广翅螯打我有毒哎、欸！
咬死一只。哎，大爪啊！我怎么咬不到他们？我的天哪！又咬死一只。不行不行，我得下来砍。哎，包呢？皇上没有包哎，这一波没有看到包。哎呦，好烦啊！啥也没有，啥也不是。我又要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。我看我有多少黑珍珠了，96个，126个，好像差不多了，应该还要打一两只鱿鱼就够了，看看有没有金鱼鱿鱼。哎，这里有一只金鱼鱿鱼，如果还能爆75个，我应该就够了。咬大鳄鱼上吧。哇，这个金鱼鱿鱼，哎，打到了37个。哦，又被致盲了。把鱿鱼眼睛拿过来，这个东西拿过来，贵重物品拿过来，吸附器，鱿鱼翅膀。好好，差不多了，100多个黑珍珠了。我被什么东西咬住了？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，这个什么东西？赶紧走了，我回家。回家！我也没氧气了，没氧气了！哎，没氧气，我不掉血，掉！哦，乌龟 boss， 210万血。好了，下期再来打了，先回家了。啊！把火龙的鞍做出来，这个火龙鞍做出来感觉还挺累的啊，打这个海底的东西。哎，我忘记关门了。好了，应该就是这个了，这个绝对就是那个火龙鞍了。我记得火龙鞍是蓝色的啊，然后这个是嘟嘟的鞍，应该是这个是星星的鞍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小火龙的鞍啊，对，这个是小火龙的，我才想起来，没错。好了，终于起飞了。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方舟圣经话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